嗨，早上好。早上起来呢，然后由于我们主人家还没有起床，然后我就先煮了一点粥，然后说给大家一起吃。然后我把电饭煲，昨天晚上的干饭也热着，还有热水壶也烧着，结果把他的车弄得没电了。现在逼得不得已，主人只有起来，然后拯救整个车的电源。大家都洗漱好了，就等待着早饭了。哎，我太人才了。好吧，现在温度过高，然后启动了保护。要等多久啊？现在大家都开始忙着收帐篷，各自忙碌着，还有的去散步拍照去了，然后我就开始备菜做饭。这个切肉的切成这个样子，不行，反了，把这个肉那些切出来，跟昨天晚上没吃完的火锅一起重新再煮一锅火锅，然后我给他们把每一个人的水壶都插满了。嘿，感觉有这个后勤车是真的挺好的，给了大家温暖。等一会我们再把这一袋垃圾带走。我突然觉得你们再一次赢真的也太难了，收拾了有两个多小时了吧。多扎赢两次就习惯了，不过我每次我最少都要收一个多小时。我的一大锅也快好了，他们这边也收拾的差不多了，开饭了。这边有米饭，然后有粥，吃完后勤快的小伙又开始收拾了。跟大哥一起把这个包垃圾处理好了，等一会儿放车上带走。好了，现在应该出发了，再见了，纳木兔。看来大家都比较喜欢我的摩托车啊，都想骑摩托车。我只能开车了。你有驾驶证吗？你开卡车你？摔了一次腰杆以后，好多年了，好多年了，这才骑了5万公里啊。那感觉骑我的摩托车爽还是坐车爽？骑摩托车爽。真的，我以前专门玩这个摔车，但是功率还是小了一点。啊，对，在这上面容易高反。它那个油门可能是氧气不足，会有一点。这是你的帽子吗？这帽子是他的。哇，这里实在是太美了。这个湖面就像镜子一样。这边实在是太美了，我准备下去堆个泥马堆。这个是我堆的泥马堆。祝愿我的外婆身体健健康康的。好了，泥马堆也堆好了，继续出发。有点流连忘返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得走了。